世界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，班卿介绍及其考古工作情况。班卿遗址位于泰国东北布乌隆府琅汉县，距离城市中心大约60公里。这处史前遗址自从被发现，并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以来，班卿这个名字渐渐为世人所知。那所展示在世人眼前的，就是数千年前。 班卿古老原住民在这块洼地永久性定居，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。关于班卿考古遗址的古物及古人的资料，至今仍然在不断的研究发展，并不断的取得新成果。自从1967年以来，班卿的考古工作项目就一直与外国机构合作，组成跨学科国际性研究团队。 尤其是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1975年开始进行的合作。